大家看到这个吗？这是什么？透明的箱子。你可以进去吗？哦，进去看看。原来这样的游戏哦。好笑吗？太无聊到好笑。你开始啦，不是我的无聊，他的无聊。我吗？对吧？你开始说。可是你做纸做的、哦。不想伤害。透明的箱子。你可以进去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，这个是我们的 body 准备的透明的箱子、哦。然后我们还没吃午餐吗？所以今天用这个来决定今天我们要吃的午餐。这个怎么决定？应该等一下可以知道。所以今天的计划是，你可以抓多少斤呢？对，现在的话，这个里面完全没有东西啊！你的头发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刚刚的无聊的，已经剪掉了。无聊，里面没有东西。嗯，换他们，换他们。有，嗨，哇，好重！里面要拿，那么重？哇，好重呀！哦，重，这是钱，总共3000块分量。哦。1块钱、10块钱、50块钱、100块的这笔要放进去这个里面，然后这样。那个综艺节目唱唱看的那个。然后拿到的钱的总共是入账的时候可以花的钱。很 simple 哎。对。那要放。哇哦，这个。这是谁最兴奋吧？我也没有看过这么多钱。500个1块钱，すいません、なんか。哦，ゆうくん，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油煎啊，500个1块就这么重哎。对，500个不是油煎的。没有那么。走。这个感觉真的很清爽，那个很爽的感觉。哎呦，这里有100块、50块、10块。哇！哇，这样的话，对比太明显了。对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样。这个是特别高，里面有好的，还有不好的，也不好的也有。对，放进去哦。对，这样这样这样。然后直接看的话太明显，嗯，所以要闭眼睛啊。好好，机会是只有一只，只有一只手拿到的钱就是决定的钱。那从谁开始啊？那ゆうくんをサイン。はい。はい。那规定是跟夹娃娃的方式一样，先决定放哪里，然后直接下去这样子，然后直接拿，不能全部把它聚集在一起。那有一个哪条道？加油！应该我猜这个角落地方比较有多东西的感觉，嗯，嗯直接去啊！好 ，Go！ 哇，好，走走。哎、欸，哦，感觉还蛮多的哦，100块也有，然后哇，三个50块，耶，很多哎，所以ゆうくんの总共金额是311块，哦，比平常的午餐还要豪华一点，可以吧？对，你的肉酱很好。那接下来是我，好，哦，300块的话不够耶，不够吗？我是谁呀、啊？大卫王先生，哦，不行，啊，他是大卫王，但是我想超过500块。喂，欲張りえ，真的很爱钱呢。当然了，好，好的，开始啊！给我看你的大胃王吧。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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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力量好强哦。就这样，摸到部分做的。不是啊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没有动。OK， 每天摸鸡胸部的我的手啊，他没有摸过。嗯嗯嗯 ，OK， 好，500块，我中间中间就，嗨。哇！厉害！哇！太厉害了！真的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！哎！哇！哎呦，这个比他多。来，计算看看吧。总共有347块。哇！不到500块，但是还是有特别高，要打开。七张。太特别了吧？那第一个就是，嗨。哦，白饭。这个的意思是可以吃白饭吗？对。哦。那接下来是，嗯，嗨啊。意思是说这个。原来如此。
247块的，很可惜呢。那还是很多，还是很多，还可以。第三张，哎，哦，我不要那么多白饭，到位完呢。第四个游戏，哇，扣1/2，这个总共的金额变成1/2的意思的话，123块，变成很少哎，刚好123呢。开心吗？应该不是该要开心。OK OK， 那是应该有2倍之类。拜托，嗨，给你61块哦。他有2张，对吧？咦，有这么糟糕的特别高？最后，最后，这个应该超级厉害的。3、2、1，嗨，哇！一点来不及，恭喜你得到40块。哦，还有2个白饭，很好很好，不会肚子饿，没有问题。380级变成45块，最后的发变太多吧，这是我的命。三爷，最后交给你，加油！嘿，加油！但是这个刚刚你说不好的特别高，对这里面的话，应该留下比较好的特别高。应该，那三爷。挑战一下，加油三爷。OK， 那我替你设定一个目标，500块。那你要抽哪个部分？我刚刚看尊长的样子的话，应该中间比较好吧，手可以打开一点。3、2、1，哦哦，很好的，我一组，很好很好很好，哦，可以的，500块吗？可以吗？可以。等一下，哦，哎哎哎哎，很多100块，对，很多红色的，哦，恭喜，哇哒，要计算一下吧。1、2、3，已经有300。三元的总共计算就是471块，哇。但是还有2张特别高，所以抽这个的话还是有机会。恭喜不好大吉。那第一张，就是这个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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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超过了吗？总共哦，1059块。哇！目标的2倍，太厉害了吧！谢谢尊长帮我做不好的特别高。那你可以借我钱吗？啊，不行，规定不行，规定。好，决定金额啊！好期待可以吃什么呢？就这样，怎么了？柜子先买，应该很多吧？看起来很多，柜子很多白饭，白饭好吃。好的，好。然后我们分开去五脏吧。好，嗯，那出发吧。那我可以发40块，然后有2个白饭，所以我要交白饭的配菜，应该有45块的话，可以买喝菜之类吧？哦，这个店看起来不错哦。都是超过100块耶，这样不行。哎，这个也看起来不错，4000包。但是要配饭的话，4000包有点不适合呢，跟白饭可以配的东西。这个时间已经关了。好，现在终于来了我的中午餐。然后我这次啊，刚刚在 Uber 找一些东西的时候，看到田馥罗，然后这个价钱就是180块，很高级吧？然后我觉得180块的话，应该分量也很多，你们不会觉得吗？应该很高级吧？对，有些我们我也要吃，六只。你看，只有这些而已。很贵，所以应该味道是当然很好吃的吧？那吃看看，3个海带，然后3个虾子跟2个秋葵，结束。来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啊，其实都的，うまい。那海带，嗯。
海带。首先说口感的话，好像小时候吃的那个海带的感觉。然后味道的话，有时候肚子饿嘛，就想要吃海带，就是那个海带的感觉。主角是它吧，这个虾子一定很好吃，因为其实它不那么大。然后这个总共有180块的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嗯，其实还蛮普通的，可是还是天妇罗真的很好吃。应该搞不好我日本料理里面最喜欢吃的是天妇罗吧。好，最后一只虾子了。天妇罗吃完了，然后这次可以用的是341块，我现在用的180块，所以还有161块嘛，所以我自己这次准备好了一个甜点，那去哪吧。好，我现在来到搜狗，在百货公司吃午餐的人是比较有钱的人吧？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是比较有钱的，虽然还没决定吃什么，但是先去看看吧。其实有很多个店，然后都是米其林那种的很高级的店，全部啊。但是其实有一家店吸引到我，那我要去那家店。来，这里就是通感麦子日本的猪排店。然后我在日本上班的时候，有的时候有这个麦田便当，然后听到麦田便当，心想哇，超级开心的。因为麦田是很有名，然后很高级的猪排。然后我刚刚发现这家店的时候，马上决定一定要吃这家店，一定要吃猪排。然后我今天点的是猪排餐厅三不吃，三不吃是什么？吃吃吃。那先我要普通的吃这个猪排配着米饭，いただきます。真的吗？然后这个蛋挞是炸的，但是没有那个油油的感觉，很脆脆的肉。然后我真的是这个麦田的酱也是比较方便一点，但是跟猪排真的很搭配，真的很幸福。但是为什么这个套餐叫三不吃？因为可以这样三种吃法。那我要点第二个。第二个主题加上鸡蛋，然后也可以加上配料鸡麻跟葱，这样就变成很像乌鸦锅中的那种。虽然这个是猪排，加上这个鸡蛋的话，口感也不一样，面脱落脱落的外表，但是里面的话比较弹的猪排。谢谢谢谢。第三只就是这样子。加上一个糖，然后跟米饭一起煮就行。お茶漬けだ大変。真的不一样的尝试方法，因为是最后嘛，最后的话需要一个締めだ感觉，越顺口越好的感觉。所以这样子像お茶漬け一样的吃法的话 ，very good。好，我吃完了，超级满意的午餐。今天真的太热到不行哦，这个点这个点，水饺水饺看起来不错，我要我要我要。你好，你好，可以外带吗？可以啊，谢谢。你要什么？现在只有高丽菜跟虾仁水的。现在没有那个。韭菜卖完了。韭菜卖完了。高丽菜的是5块，还有虾仁的是8块，我现在有45块。45块是九克水饺。九克，但是那个虾仁的也应该好吃吧？虾仁好吃啊。你说你只有45块。三只。45块的话，这样子，那我帮你搭配看看，高丽菜3颗，虾仁3颗，49块。哦，原来。这样子49块。49块。对，你只有45的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那我就给你3颗好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啊可以啊，再给你3颗高丽3颗虾仁啊。真的不好意思，谢谢。谢谢妈妈。不会。请问你是哪里啊？我是日本的。日本的。对对对。那国语讲得很棒哎。没有。对呀、啊，有，很棒。真的辛苦你的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真的台湾的大家好温柔耶，这个原本49块，但是这个4块扣分了，扣分，真的很棒，我爱台湾，真的谢谢。
好，就是今天的我的中午餐的主角就是它，草莓雪花冰。然后普通的草莓雪花冰而已的话，它是105块，所以另外加了手工布丁、一颗花生大汤圆、豆花、棉花糖，味道就已经超级满满的甜味，已经快要融化的感觉吧。所以赶快吃，いただきます。好甜哦，本来就有那个草莓的甜味，跟这个里面有草莓酱嘛，可是另外加了棉花糖的那个糖味啊，好厉害，甜到爆啊！可是大家不用担心，我没有每次都吃雪花冰之类的，当然我有普通的吃法。欸，我想吃吃看。哦，好啊。你在吃什么？好，这样真是太粉了吧？因为草莓雪花冰。谁雪花冰会加棉花糖？你能告诉我？我啊，感觉很甜。嗯，一定是蚂蚁人会喜欢。可是好稠，好稠，好稠。三声嘛，虫虫、哦、二声，对，二声，乱叫，三声，啊，我说，好甜哦，而且它的味道都咕嚼咕嚼，我刚吃一口布丁之后，那个棉花糖味道都冲出来了，很好吃吧？为什么？哇，很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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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那种，而且这个草莓是那种人工甜味的草莓，才好吃啊！啊，你们慢慢吃哦，你们慢慢吃。哎，妹妹你也一起吃啊，你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用了吗？慢慢吃，还有很多啊。好甜哦。嗯，蛮好吃的。好，最后一口了。嗯，我做什么就想。好，然后我买这个两个白饭，意外的这个45块就可以吃，好发达午餐耶！真的是这妈妈。要打开哦。哇！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六个水饺，吃吧吃吧。哎呦，这个是妈妈11系列的，有两个妈妈耶。那先吃这个水饺。嗯，好吃。嗯，当然好吃啊！一位那么温柔的妈妈用心做的水饺，这么可能难吃啊？这很应该重要，贴心的人做的料理是很贴心。那还有这个白饭跟水饺超级搭配啊！还有有两种口味，就一定不会吃腻耶。很多难说，有满满的日清的味道耶。吃完一个，但是还有一个耶。哎，妈妈给我这个。酱料所以 GJ 放这个白饭，还有这个酱料里面有蒜泥，这样 GJ 吃也应该好吃吧。妈，其实我大学的时候没有钱的话，白饭上面 GJ 放盐巴或是酱油或是美乃鸡之类，然后 GJ 吃，有的时候这样，所以这个酱料也当然好吃，酱油跟有蒜泥啊，太豪华了。但是今天的话有这么大的水饺，嗯。又说白饭跟水饺，最后一个，嗯，我要感谢对这个好吃的水饺，还有温柔的妈妈，真的感谢，我好饱的，我吃什么了？现在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其实我现在还有500块 ，Oh my god！ 其实刚刚的午餐是100分，又好吃又好饱，但是我抽了1000块嘛，然后刚刚的午餐是500块，我也不想花那么多，但是规定是规定，所以我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店，然后去甜点，走。好，第二家店就是卡布莱亚，这里也是历史料理店。然后刚刚看菜单之后，我发现比起刚刚那店还贵。然后我刚刚说甜点，但是只有一个的话，我点了3个甜点，第一个就是这个鲑鱼卵手卷，很好吧？这个甜点很可爱吧？大家不要吓到，我们之前也吃过啊，很高级的寿司耶，这样。但是这个的等级完全不一样，因为这只有一个，多少钱？你们猜猜看，会做220元。好高级，哪部分需要那么贵？但是应该吃完之后才知道，那是最高。你们知道我的鲑鱼卵是要做火掉的那种，但是这个的话。有汤是被汤挤的感觉，是当然可以瞬间咬完，但是这样的感觉。然后刚刚不小心出来这个里面鲑鱼卵里面的鸡，
真的啪里啪里很好的海苔，然后有放了有高级吃的味道的米饭，然后高级的人上面完美的吃，真的完美，谢谢。不小心吃完了，但是大家不要担心，还有两种甜点，第二个就是这个。这就是香草冰淇淋跟巴西地瓜，这个很期待耶。OK， 香草的。这个紫薯的话，我在日本也没吃过，但是还蛮期待的紫薯耶。原来有很好的哈姆耶，因为这个下面的大学芋不会那么的甜。这个如果只有大学芋呢？因为甜点的话有一点不够，有些人觉得这样吧，但是加上这个冰淇淋是真的很棒的选择，因为这个冰淇淋已经变成一个甜甜的酱白了，然后它本身也有很甜味，还有很冰，它们两个完全不会吵架的感觉，素晴らしい。但是我的想象里面的话，这个大学芋在日本的话比较糖一点的东西，有的大学芋的话，所以如果这个大学芋比较糖，然后冰淇淋是很冰冰的话，我觉得更好吃火候。那接下来是第三个甜点，不是应该看一眼，甜点是一个嘞，一个午餐的时候吃一个就可以，因为是奖励嘛，所以吃太多不行，但是这个是贵，所以每个饭店都要吃三个甜点。我刚刚也吃了三种的午餐，然后现在吃第三个甜点，这个午餐也很超过三百元，我是300元的自助餐，完了。这个瓦拉比餅也是我在日本的时候真的很喜欢的甜点，大家看这个真的日本的感觉呢。这个瓦拉比餅它的话不是很有味道的东西，但是这个蜜吧，这个蜜真的好吃，所以对我来说瓦拉比餅的主角不是瓦拉比餅，就是这个蜜，然后这个扑棱扑棱的口感蛮好的，瞬间吃完。好，那我的最后一口太满意了。好，接下来，哦，厉害，哇哦！应该是寿司的，我比较豪华的感觉。真的？嗯，我也很满意。哦，嗯，很难花完耶。我想知道三言之前吗？要看一遍。你要看一遍就知道。好的好的，要看要看，我也期待一下嘛。好，那今天短片结束，谢谢大家。明枪鲜划破天际。